방해야. 바치야, 아유, 니나 정말 좀 나이라, 어쩌게 매후에. 마미. 云勇，你唔是伫上班，你哪会甲大姐做伙来？哦，我伫下班到厝，看大妈咪伫遮坐车，就带伊过来。嘿啦，芳诶啊，到底是啥物代志？哪会遐着急甲所有人拢叫来？大姐，你毋是讲爱找证据，我即马就带你去掠证据。你确定？我确定啊！我甲你讲，我甲迄号女仔约啉咖啡，我就偷看伊诶手机啊。Bingo！ 因两个人哦，就是约伫迄只开房间。到底是发生什么代志啊？我听拢无呢。你唔免听有啦，你人到哦，你等一下哦，目睭背后金哦，出来就好啊。啊，就咱三个哦，啊，你唔是伫迄那个家庭的群组内底发消息？啊，你小叶敢咪嘛看到啊？ 大姐，你放心，我跟你讲，我足巧的，小叶甲拢个个拢无看到讯息，我确定，因为吼，我紧紧就甲迄讯息收倒转来啊。大富帅儿子，你嘛搞？没有，大妈，你嘛来啊？大哥，即马到底是什么状况啊？你嘛解释一下，啊无我真正听甲有啥啥呢？ 哎呦，免解释啊，飞弟哦，咱人拢到齐啊，咱即马就入去看好戏，行。看好戏。大呢？爸。伊毋是讲拢过，佮无看到讯息，伊哪会嘛来啊啦？我知，我就确定有人未读讯息啊。 我唔想提醒你，莫甲代志不过遐尔大，伊哪会讲讲袂听？恁四个真奇怪哈、啊，看到我来啊，恁目睭天光大蕊，到底什么代志？无啦，无啥物代志啦。董哥哥，你去啉烧酒哦，你身躯臭酒味。恁爸拄则来甲朋友遮啉酒开讲，啊， 看到你迄讯息安尼传来，啊传就传啊，哎、欸，佫甲我收回咧吼。啊，毋好你刚才我看到。 我当作我看唔到。嘿啦嘿啦嘿啦，啊你啉酒是看唔到啊啦。哦，看你啉甲安尼哦，袁勇啊，去，甲恁丈人爸哦带转去。遐唔过唔是要看好戏。看什么好戏啊？叫你行，恁行，拢哥哥，交互你照顾。爸，等下等下，我送你等。等下。 今仔日每一个人拢赶紧要叫赶我走，到底有啥物秘密要使？无啊，我哪有啥物代志啦？无啦，无代志啊。咱阮甲大姐啊，阮查某人的秘密，无方便互恁查甫人知影，你再不方便。嘿妹，嘿妹。查甫人不方便。嘿。啊，查某的哦。啊，大富啊，查某的哦。 无啦，我拄好伫迄只甲客户讲生意，讲煞要走尔。阿妈呢？就是安尼。就是安尼啦。圆圆啊，紧甲恁丈人爸送转去啦。紧紧紧。爸，安内等啦。安内，你起来就好。我是有淡薄啉酒醉，不过呐，我无头壳无歹啦。恁拄则搁要看好伊，我嘛要去。行，来去看。大姐。 啊好啦，就互龙哥哥去看好戏啦，飞弟哦，这件代志，妹啊，大家拢会知影。芳诶啊，你莫冲动哦。大姐，龙哥哥是一家之主呢，何以去偷公道？龙哥哥，行，我带你来去看好戏。行，来看好戏。来。行。你带你。有位啊。 101号房就是这。你安尼是咧创啥啦？嘘，较细声的啦。内底敢若真正有人呢？有声。我是啥物人？你内底啦？较细声。啊！你不是讲要出来看好戏啊？今嘛你硬头听，你我不会。好啦好啦好啦。嗯，我看到有声。
请是来抓狗的意思哟。Yes。我是什么人？要抓走？你大鬼啊！你莫答辩哦，迄歹代志拢想到大鬼啊，拢交王讲好无？啊，无到底是谁啦？甲大家拢招招来安尼，那是抓谁啊？抓你的好仔婿黄冠廷，甲伊的秘书林慧杰。无可能啊！你冠廷不可能偷吃啦。无你问大虎啊，大虎又看到。我今嘛就看到伊甲慧杰，我爱妈呀！干嘛呢？大虎啊，今嘛就看到。我真正看到伊甲慧杰就爱妈呀。看这个办事，若是黄冠廷真正对不起小月姐，伊绝对给人断脚断手。我起来才讲啥？抓人了！好，其他定人了，下来。今麦话你这个好囝婿，好好表现啊！哇，甲爸比起来，我的脚骨也不确定啊！好，我来。啊！这下透懂了，黄冠廷走未去啊！才有人做白见笑的代志。啊！哇！林奶，你差一下要创啥？我创啥？你的驾驶你这个白见笑的，给你请来创啥？你是凭什么跑啊？我凭什么跑你？我凭我是小叶小妈，我要来替伊讨公道的。我无做什么代志啊，谁让你要安尼讲啊？你卖遐尼袂见笑好无？哎，足假呢你啊，假可怜！拜托你又怪别人的翁婿，啊，伫咧遮安尼画冤枉。我真正啥物拢无做啊！卖讲这啦，哟，甲卫生间人叫起来。哦。是发生啥物代志啊？小猫讲叫咱大家过来，我过去同我看。啊，我着明明有甲简讯收到，等来是安怎大家拢看到啊？哎，小叶，我代志啊，你先转去啊。嘿啦嘿。你想要去考？倒伫眠床顶的人是谁？到底是有啥物代志袂当让我知影？到底明春的到底是啥？小叶啊，小叶，你先跟我回去啦，妈妈再跟你解释好不好？我不爱，我是娶到一分子，我看你知影。小妈，是叫大家来，你讲。归去啦，长痛不如短痛，为滴这件代志哦，你早晚嘛爱知影。我叫你来吼，是因为吼，嘿，袂当讲啦。因为冠廷甲慧杰哦，开房间啦。哎哎哎！
阿舅，我弄，来爸爸跟你讲，我知影这摆大家足大个，不过你平常时有爸爸在，我袂你上一过，我袂你上一过。恁大家话小林亲戚，恁意思是冠廷在我背后在外口偷吃？小叶啊，大宝贝，我来接。林慧杰，刚才才是阮爸，伊讲安尼，你甲冠廷两个人有暧昧。无，真正无，小叶姐，小姐你相信我，代志真正不参照你想的安尼，真正不是啊。代志真正不是安尼，你想怎会甲冠廷？又伫饭店开房间。